我是100分龙骑士，给你100分霸王龙伙伴，我是80分龙骑士，给你80分迅猛龙伙伴，我是30分龙骑士。什么？我这儿可没有30分的恐龙伙伴，就给你一只0分的毛毛虫吧。那好吧，佩奇，你的毛毛虫也太弱了，我们的恐龙是最厉害的，毛毛虫真是太丑了。我看，佩奇，你还是叫毛毛虫战士吧。你们，哎呦，我摔倒了，有没有好心人把我扶起来啊？我不服，我是高贵的龙骑士。我也不服，雪儿姐姐，我们走。老爷爷，我扶你起来。善良的好孩子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不要，帮助别人应该不求回报的。啊，是精灵女王。没错，老爷爷就是我变的，因为我要考验你们，谁是最善良的龙骑士，就是你，佩奇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恐龙伙伴，我不是龙骑士。其实你的毛毛虫是最厉害的神龙。什么？神龙？没错，只要你积攒了足够的小朋友们的评论，它就能升级成神龙了。可是小朋友们会给我评论吗？只要在评论区发送111就可以。会的，小朋友们都很善良，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哇哦，真的是神龙呀！谢谢小朋友们，我以后一定和神龙伙伴一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